四月份的电视剧市场依旧好剧连连，除了正在热播的《与君初相识》《亲爱的小孩》等，还有一大批好剧正在来的路上。杨洋,洋和赵露思主演的大型古装剧《且试天下》也终于官宣定档，从现代帅到古代的杨洋,洋魅力有增无减，相比这次搭档赵露思，应该会再次给观众带来惊喜。还有任嘉伦主演的现代剧《蓝焰突击》也即将上线播出。 看惯了任嘉伦的古装剧，终于等到了一部他的现代剧，而且还是消防题材的，光想想就已经很让人期待了。当然，这远远不够。在电视节目春推会的一些热门大剧中，其中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向风而行》了，聚焦航空行业，王凯主演，有望成为职场剧颜值天花板。万里高空下，尽显航空人精神风貌。 《向风而行》这部剧以陆州航空作为背景，讲述了以主人公顾南亭为首的航空人在不断的努力下逐梦蓝天、追寻梦想的故事，力求展现出整个航空行业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而其实，在如今的电视剧市场中，有关于航空航天类的电视剧不在少数，但大多数都把目光放在了机长、空姐或空少的身上，甚至还把职业剧拍成了无脑恋爱剧。 比如郑恺和陈乔恩主演的《壮志高飞》，打着宣传航空人精神的旗号，却谈起了让人下头的恋爱。每个人除了油而不自知的耍帅，什么也不会。最后不负众望，以三点一分的成绩抱憾收官。其实有关航空题材的影视佳作也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袁泉、欧豪等实力派演员主演的《中国机长》，虽然在影片中加入了穿越云层等不切实际的桥段。 但整体还是非常写实的，更何况还是以真实事件改编，让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当年那场灾难的惊心动魄，以及刘传健机长的非凡实力。通过《中国机长》的成功，也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对于航空题材的影视作品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一个“真”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假大空的剧情只能劝退观众。 而《向风而行》这部剧，从剧情内容来说就充满了“真实”二字，没有将目光放在那些光鲜亮丽的空姐和机长身上，而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讲述机场在突发航空事件时每个岗位的真实状况。没有做英雄主义处理，更没有所谓的主角光环，只是勤勤恳恳地完成本职工作。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导演王之的指导能力也非同一般，特别是在把控细节方面很有独到之处。 去年大火的《你是我的荣耀》就是出自他手。虽然这部剧主打甜宠，但在刻画于途航天事业方面也丝毫不含糊。特别是大结局的火箭发射场面，真的很振奋人心。而航空和航天虽然一字之差，可相信凭借王之导演这细节控的指导习惯和对镜头的运用能力，《向风而行》这部剧的质量应该不会差。阵容强大，颜值一绝。 《向风而行》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每位主演不仅演技好，而且颜值也都非常高。首先是男一号顾南亭的扮演者王凯，光看王凯的长相就给人一种正气凛然的感觉，一看就跟正苗红的那种。而王凯之前演过的角色大多数也都是这种，比如《琅琊榜》中的靖王，满脸的刚正不阿，一身的侠义肝胆。 游记的那一年，无数人都成了晋王妃，而除了高颜值之外，王凯的演技也非常拿得出手。无论是前面提到的古装剧，还是现代剧、年代剧，风格多变，任何题材都能很好的驾驭。这次在《向风而行》中，他饰演的顾南亭是飞行部的副部长，是一个成熟稳重、按规章办事的老干部形象，而这与王凯本身的气质也非常相似。 相信他应该能够很轻松地驾驭这一角色，而该剧的女主则有实力派小花谭松韵饰演。虽然说一张娃娃脸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谭松韵的戏路，不过她的演技却还是很受观众认可的。不管是青春校园剧的耿耿，还是古灵精怪的惊夏，都演得入木三分。但唯一让观众有些担心的是，这次在《向风而行》中，谭松韵饰演的程潇是一个职业女性。 不知道娃娃脸的他能否很好的驾驭。不过从官方发出的物料来看，谭松韵身穿职业装的样子还是很飒的，再加上谭松韵本人的演技加持，应该不会差。除了王凯和谭松韵以外，该剧中还有刘畅、燕子东、周琪琪和郭晓然等多位高颜值演员的助阵加盟，完全就是一场颜值的盛宴呢、啊。 总而言之，《向风而行》这部剧不仅题材热门，而且主创班底也很有实力，再加上王凯、谭松韵等一众实力派的加盟，质量应该不会差。目前该剧已经被高调预热，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与观众见面了。那么，你期待这部航空题材剧吗？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蒋欣和王凯之间是什么关系？二人互删了互动留言是因为什么？ 蒋欣是个很有特色的女演员，我们都知道蒋欣的演技是非常好的，因为蒋欣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影视作品。说起蒋欣，相信大家也都能想到一个男明星，那就是王凯，因为蒋欣和王凯之间曾经被很多网友说在一起了，但是二人对此也是进行了否认。一些人好奇蒋欣和王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网上关于二人的传闻会这么多呢？ 下面小编就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些问题。蒋欣出生在乌鲁木齐，在一九八三年出生。出生后，蒋欣过的也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从小，蒋欣对艺术就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后来，蒋欣凭借自己的努力也考上了艺术学院，并且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蒋欣正式的进入了娱乐圈发展。很多人都说蒋欣是一个完全靠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女演员。 现在的蒋欣给我们带来的影视作品也是非常的多的。不可否认，蒋欣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女演员。王凯呢，也是大家熟悉的男演员。因为王凯长相帅气，但是王凯当时想要进入娱乐圈发展的时候，王凯的家里是不同意的。但是王凯坚持了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了一名实力派的男演员。因为王凯的长相非常帅气，所以王凯在出道之后也是获得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当然，和王凯有过绯闻的女明星也是有好多的，不过王凯后来都否认了这些关系的存在。蒋欣和王凯后来互动频繁，很多人都说蒋欣和王凯是在一起了。但是经过小编的了解，我们知道了二人的互动其实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所以二人并没有太多的交集。后来二人被大家传闻在一起了之后，王凯和蒋欣互删了互动的内容，以此来否认二人在一起的传闻。现在的王凯和蒋欣都是单身。 我们也希望二人都能够找到彼此的真爱另一半，你们对此怎么看呢？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感谢大家的支持。